是未来的名模 ，MMA 们互不相让。争奇斗艳嘛，赶快这一抢！健美先生抢 pose 有没有？为了求得胜利，妹妹准备了惊人的才艺。魔术，彩铃。下一段。勇兔到底准备了什么样吓坏众人的秘密武器？今天穿得很随性哦，穿随性啊，好像台皮的，是你的，我爱这会。三个啦，好，这个请坐。哇，还有，穿的是新的制服是不是？对，制服，我也青春活力。今天大家要好好来自己，把自己最美的地方展现出来。你有没有最有自信的部位？眼睛。眼睛，你以为我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呢？眼睛这么小，但是要小的有气质的人很少哦。因为眼睛小，圈内有哪一些是类似也是单眼皮的？你觉得不错？梁朝伟，他哪单？梁朝伟他双吧，金城武他双吧，吴彦祖。金城武是乱举例，他乱举例。我自己金城武是双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眼睛跟我很像。我妈呀！你疯了你！正式宣告，小香疯了。因为今天呢，要教各位啊，如何展现自己的优势。我们请到三位顶级的模特。哎呦，哇，好漂亮哦！那我们先来好好介绍这三位啦。好的，欢迎白金卫、李小涵、洪丽文。要延伸一下，对，要延伸。刚刚那样开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叫回来，太远了。哎，单独要让他们秀一下，好不好？单独要讲话哦。哇！我觉得哇，超长的，他的腿应该算也算是好看的吗？嗯，很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平常都用腿来吸引异性还是什么？还好没有吗？就看到真的不错，从餐厅出来之后，哇的单子，秀腿有没有？好，他是腿真的不错。那换你，好，小涵，小涵，我们来看他摆的时候最有自信的是哪一个部位？像妹妹看得出来她最有自信的点在哪里？腰是腰吗？腰很挺出去，一定是，对不对？不是的话没关系，应该不是重点。不是腰，不是我先觉得腰很好。还有谁？头发，你觉得是头发？帅，好像那种帅气。头发这种是吗？算金吗？
头什么？称重量算，称重量在卖。不是啊，我这是颜色是金色的吗？美女的思考模式果然不是我们这些平凡人可以理解的。下次麻烦你带个翻译，咱们才好沟通啊。他不是头发，他应该不是头发，应该不是头发。再猜，再猜。肩膀。可以猜一点正常的部位吗？你要让他们，刚刚你可能不是很明显。笑容。笑容。是笑容吗？我觉得是眼睛吧。我觉得是眼睛。我觉得是眼睛，这么不明显吗？再走一遍，你再看一下，再走一遍。眼睛。胃啦胃啦，感觉胃还蛮漂亮的。对，光泽粉红色，没有生病。看得到，因为有些小朋友透视眼的，小心的。接下来白馨蕙，你自己秀，我们不先，我们是看你走秀再猜你到底是哪一户。我很怕大家讲我肠子，怎么办？准备开始。你不是想凸显这一块吗？这个整个这样凹进去，好漂亮！好漂亮！不是，再猜，我们什么阿基里斯？笑容吗？笑容？笑容？你讲是笑容吗？笑容？你说是失笑容吗？原住民准备哦，笑容，笑容，笑容，不是。笑容差不多啦，其實差不多。你不能自己想，你让我们猜。好好好，蚊子，你小朋友。他我原本觉得是眉毛哎，因为他眉毛很高。眉毛？眉毛很高傲吗？你这样子，他会挑逗我。眉毛在，眉毛挑逗。还有没有人猜？有你猜。膝盖，因为他好像有吃阿盖。是吧？啦我的妈呀！那我只能说，悠悠你最漂亮的时候，就是被我们后制小组在你脸上打蒙的时候。你回家看看，真的很正呢。Shake it up！ 我公布答案了吗？公布。下巴。乱讲啊！下巴。哎，你看我每次笑，那下巴都往下。谁下巴？谁是王子？有有往。你说有些人会往上吗？我觉得你这样攻击到某些人往上的，对啊，这样不好。有些人笑，酒吧都这样吗？穿那种被 LV 的出来。哇，这个精品妹子傻眼了。试一次。你可以这样社交吗？正常，对，试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要很正经的走到前面，然后定 po。定 pose 啊，对媒体笑的，还要声音，要人家镇定哦。